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其实昨天在青年会里边我也分享了。在青年会里边分享的这个时候呢，是当然是针对寻求婚姻的弟兄姊妹，但是当然这样的题目并不只是针对婚姻的，所以呢，希望在今天我们也能够借着这样的信息，我们共同来思想上帝的心意。我们今天来分享的这个经文，刚才已经读了一部分，是在创世纪的24章，是1到9节。但其实整个的20章才是我们要来分享的经文。相信这一段的经文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整个的创世纪的第24章，这个经文讲了一个就是叫做娶亲的故事，一个相亲和娶亲的故事。我们说这一场的婚姻，它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这是以撒的婚姻。咱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以前我们也多次的提到，说是有一些个概念叫做圣约。我们讲起初上帝是跟人立约的，跟亚当有做工作之约，后来有挪亚所立的彩虹之约，再之后就是到了这个亚伯拉罕，有所谓亚伯拉罕之约。在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里边，我们注意到上帝对他有一个很大的应许，说你的后裔将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对不对？但是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亚伯拉罕根本就没有后裔，连儿子都没有，对吧？因此我们说这个后裔问题一直是他的一个亚伯拉罕之约能否实现的一个明显的印证和一个。当然我们后来知道亚伯拉罕从他的妻子萨拉生了他的这叫做嫡生子哈，亲生的儿子叫做以撒。然后又有一个重大的一个试验，就是上帝要求他把这个刚刚得到的这个独生爱子要献上为祭。一旦这个孩子要真的献祭被杀掉，岂不意味着那个应许又要失败了吗？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真的就这样去做了，因为他心里所盼望的是这死人会复活，他根本就不会怀疑说上帝的应许会变来变去，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坚信上帝的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他是叫做信心之父。好，那么到了24章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之约能否传承下去，至少你在人间来看，就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他是不是能结婚，对吧？没有妻子就不会有后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以撒和利百加的这一个结合，我们说这个意义，即便我不说超过了亚当和夏娃的婚姻，那至少也是仅次于他。这意味着一个圣约将要这样的传承下来，虽然也不叫做什么三代还是几代单传，但这个的确是个很危险的单传，对吧？他要看这个圣约能不能传承下去。那这一场神圣而重大的婚姻究竟是如何成就的呢？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讲的。刚才这个经文已经读过，我们首先就要来看这里边的几个人物哈。我们说24章的经文出现在23章之后，而23章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事件，是萨拉去世了。萨拉去世了，然后呢，萨拉去世之后，我们就看到24章紧接着就讲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但其实萨拉没有去世之前，亚伯拉罕年纪也就已经老迈了，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家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女主人去世了以后，其实给这个丈夫和给这个都有很沉重的打击。亚伯拉罕极其悲痛，这是圣经里所写的，而以撒的所受的打击也是很大的，从后文有一节经文就能够看出来，对吧？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一节的经文。但是亚伯拉罕虽然极其的哀痛，但他不能任由自己就沉浸在这哀痛当中啊，他还有责任呢，首当其冲的责任就是要给儿子娶个媳妇儿啊。这个还不仅仅是中国人传宗接代的意思，因为这个对他而言就意味着圣约是不是能够传承下去啊，对吧？就意味着他对上帝的应许是不是能够实现，而上帝对他的心意是不是能够彰显，意味着太多的事情，就体现在这个圣约的传承，就是儿子的婚姻之上。不过呢，这一位信心之父，他娶儿媳妇儿啊，确定的这个娶亲法则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两条。第一条就叫做敬畏上帝，
第二条是体恤他的儿子，啊，第一条叫做敬畏上帝，第二条叫体恤他的儿子。说到敬畏上帝，这个是很明显的。敬畏上帝我们都承认，但是敬畏上帝具体是什么意思呢？落实到你的婚姻问题当中是什么意思呢？亚伯拉罕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对他而言，在婚姻的问题上敬畏上帝就有两个内容。第一呢，就是叫做不可与外邦人结亲。你要注意这一个话明确的出现，其实是在申命记里边，也就是说是在摩西五经，在亚伯拉罕很靠后的一个年间。但是你不能说后出现的才说明那个时候才彰显，你发现现在亚伯拉罕就已经在谨遵这样的一个命令了，对不对？其实后世的律法绝大多数的原则在创世纪当中就已经有了。因此我们说，对于他而言，顺服上帝在婚姻中的旨意的一个诫命的要求，就是不可与外邦人结亲。这个律法贯穿整个圣经的始终，比如说申命记里这边提到了，不可与他们结亲，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后来所罗门他的所作所为印证了这句话，对吗？娶了那么多妃嫔，真的就引诱他去崇拜别神。后来这样的事情到了以斯拉的年间，到了以斯拉的年间就愈演愈烈，民中的官长，这些个有权有势的人，儿女都纷纷的与外邦人结亲，以至于以斯拉就宣告了律法，要求把这些人赶出去，对吧？再到了后来，到新约当中，我们发现这个原则仍然是非常确定的。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你可以看到这里边讲再嫁要嫁给在主里面的人，当然第一次嫁那当然也是要嫁给在主里面的人，对吧？原则是非常统一的。这就是说我们不跟外邦人结亲，圣经的依据就在这些地方，从旧约到新约一以贯之。这个大原则相信我们大家都清楚，对吧？而对于亚伯拉罕来讲，敬畏上帝在婚姻问题上的带领还有第二个原则。这个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即便那个儿媳妇儿不是外邦人，是基督徒，是选民，即便是哈，也不能让儿子过去。换言之，不接受倒插门，是吧？不接受上门女婿，必须是把女子娶过来。哎，那你说啊，重男，或者说还是这个家族主义，或者怎么怎么样？其实还不是。亚伯拉罕这样的要求，并不是自己的突发奇想和随从风俗，也是同样来自上帝的话。你发现他跟老仆人讲的时候，就说：“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对不对？”也就是说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对他而言就意味着这是我们的地方，不可以我现在又离开这儿跑到了一个别的什么地方去，对不对？所以一定是要让那个女子来到我这里来。这就是他敬畏上帝体现为两点：第一，不可与外邦人结亲；第二，必须是女子过来，不是我儿子过去。好，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他还是非常的体恤他儿子的实际情况的。他儿子什么实际情况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列祖当中，亚伯拉罕圣经的描写还是比较多的，对吧？而且雅各的描写也是比较多的，偏偏就是中间的这一位以撒好像写的不是很多，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他的一些性格特征。娶亲的这一年，以撒多大了呢？40岁，是吧？还有人说37岁，反正就是40岁左右，他是一个成年人了。
但是这个成年人你会发现表现出来好像也不太像完全的成年了的样子，对吧？也许因为古人活得长，要活到一百二三十岁，四十岁相当于现在十五岁，谁知道呢，是吧？总之我们发现母亲萨拉这个去世对他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到后来当他娶利百加的时候，他才说自从去世之后他这才得了安慰，是吧？你可以看到他一直有这种，你怎么称呢，我们今天是不是一般会把这种事叫做这叫恋母吗？类似于，是不是恋母也很正常，一个几乎被自己亲爹好悬杀了的人可能是更加喜欢母亲，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当然我相信他能够正确的理解他父亲的所作所为，不是说他真的不明白，因为他当时也在说了那献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可见他也有他的信心，对吧？我们只是说这个孩子的性格特征相对来说是比较这样的，有点依恋母亲，我们没有说这一点是好是坏，我们说这是他的特点，对吧？这个是他的特点。总体来看这个以撒的性格就是比较偏向于内向的。你看到最后他在田间默想，你想一个人什么样的人是会经常出现没事就要到旷野里边走一走，就站在那儿发会儿呆，看一看天上的云，低头想一想一些事情，这样的人我们一般会觉得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好像比较孤独的人。很多的人，大多数的人是要在人群当中跟人互动吵吵嚷嚷的他才觉得有安全感，这样子是吧？但以撒显然不是，他在田间默想，甚至于我们甚至可以说他这个人有点懦弱。怎么能说他懦弱呢？你可以看到后文他经常打井，打一口井被人抢一口井，是吧？打一口井被人抢一口井，假如像一个小朋友拿一个玩具，拿了就被别人抢了，他就去玩下一个玩具，再被别人抢了他又玩下一个玩具，一点也不去争不去抢，有可能他的妈妈就先火冒三丈了，有没有个男子汉的样子，是吧？当然争抢是不好的，后来他虽然那个井一个个被人抢，但是最后也跟那个敌人取得了共识，也签订了合约，对吧？也不能说这个做法完全就达不到效果，但总之就是你外表看起来他这个性格有点软，是这个样子啊。而且呢他是好像是农业都在做，而且以农业为主，圣经上讲他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当然他也放羊，也同样放羊。说起来哈，以撒后来的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谁更像他呢？其实雅各更像他，是吧？比较恋家，比较跟妈妈好，比较的不是那么冲撞型的性格。但是这个以撒却更喜欢谁呢？更喜欢以扫，更喜欢这个用中国话说叫不孝之子。不孝之子就是不像他爸爸的那个儿子，是吧？一般的父亲会喜欢像自己的儿子，对吧？可是这个父亲偏偏喜欢这个很不像自己的儿子，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外表是个农民，内心却住着一个英雄，是吧？他很渴望自己没有的那种英武，那种勇武的精神，结果在自己的大儿子身上看到了，所以就若有若无的就喊大儿子。至于说圣经讲他喜欢大儿子打的野味儿啊，喜欢吃烤串这些，这可能是外在的表现，对吧？内心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在里边。总之我们说哈，这些就是以撒的性格特征。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那是一个鲜活的人，具体的人，真真实实存在在那里的人，不是那么完美也不是那么糟糕，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有他的特点的人，而这个人呢就是你实际到接触的这个人。这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这些特点亚伯拉罕一定也是看在眼里的，虽然没有经文没有明说，但我们可以想象亚伯拉罕差遣这个老仆人去娶亲的时候，想必对此也是有一定的嘱咐的啊。后来我们知道这一段的经文那个重点是以利以谢设计了一个印证，对不对？设计了一个印证，娶到了一个很好的妻子。但是你能说那个设计的整个的这个套路，这个印证是临时起意吗？是到那个地方临时发挥的吗？导演啊，其实不是，我深信他所做的这件事情里边是有主人对他的吩咐，有主人对他的一些个叮咛在里边的。
是基于对以撒这个人的了解。当然，作为在家中管理全业多年的老仆人，这个老仆人本人对以撒想必来说也是非常非常了解的，对吧？因此，了解这个人才能是去为他成就婚姻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我们说的两个娶亲原则，一个是敬畏上帝，一个是体恤他的儿子。然后在这个经文当中的另一个重要的人物，甚至于是中心的人物就出现了。这个人是谁呢？虽然这个24章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是我们根据教会的传统，根据解经，根据前后文的一个查考，我们可以比较确定的说，他就是之前的经文中提到过的亚伯拉罕家的那个大仆人，那个管家，叫做以利以谢。啊，以利以谢。以利以谢这个人实在是有太多的优点，值得一说了啊，值得一说。如果说哪一个人的属灵的父母能够像以利以谢这样的，那真是把儿女的婚姻大事交给他，这是非常靠谱的。我们说他有什么特征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人，他跟他的主人一样虔诚地相信上帝。有几个有趣的动作在他的这个三节经文的三个动作里体现了出来。起初他在站在那个地方祷告想要求印证的时候，经文写，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他那个当时的姿势是站着，对吧？之后当利百加真的出现了以后，他发现真的就是上帝所预备的那个人，真的就是自己所求的那个人，他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再到了最后，当利百加说，好，我愿意跟你现在就走，他就怎么样，向耶和华伏伏在地，是吧？你可以看到他对上帝的这个敬拜，起初是一个站着祷告，后来低头下拜，最后伏伏的敬拜，这个动作是很鲜活的，体现出他对上帝的一种敬拜。这是他的第一个特征，他非常的虔诚。第二个特征，我说他很无私。无私这话怎么讲呢？哈，无私怎么讲？你要注意，我刚才一直在说亚伯拉罕之约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后裔的问题。起初亚伯拉罕没有后裔的时候，他是认为罗德，他的侄子罗德是他的后裔，对吧？然而当罗德在很可能是我猜是媳妇儿怂恿之下去了索多玛，你说你这么讲是不是在栽赃啊？你想后来为什么回头看那个索多玛，你就想想他那个表现，对不对？很可能是在媳妇儿的带领之下离开了他的叔叔去了索多玛，那一刻对于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打击。但很快罗德被这个四王五王之战把他掳掠走了，然后亚伯拉罕把他救了回来，也许那个时候又重燃了希望，说他是不是这样的就和好了回来了，结果没有，人家就真的留在了索多玛。那个对亚伯拉罕是很沉重的打击，他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后裔。于是当上帝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也就是说，在那个没有以实玛利之先，失去罗德之后，在中间那个阶段，一度亚伯拉罕是把他的产业的继承人定为就是这位老仆人的以利以谢。当然后来的事情大家知道，先有了以实玛利，后来又有了以撒，这就意味着以利以谢的继承人的地位就丢掉了，对吗？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正确的面对这件事吗？你看过很多清宫戏，什么这个大阿哥了，四阿哥八阿哥了，争的是什么呢？争的不就是继承人的位置吗？对吧？其实亚伯拉罕我们经常讲是一个族长，好像是个游牧民族，但是其实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也可以称为一个国王的，一个城邦之主的，因为这个人可以带兵去打那几个王，能够取得胜利，这不绝对不是一般的一个小地主而已，对吧？他是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产业要去继承的。但是你发现以利以谢没有这个争端，他的心地很坦荡，他继续的忠心耿耿的侍奉他的老主人，又侍奉他的少主人以撒。我们说这个心胸简直在圣经里只有另外一个人可以相比，就叫做约拿单。
你记得约拿单跟大卫讲什么吗？大卫的出现意味着他的继承人的位置，甚至他们家的王位就要失去了。他却说，将来你当了王位，让我当你的宰相就得了，是吧？所以就类似于这种意思啊。所以这个人是个很无私的人。但是很多人经常错误地认为一件事儿，说这个人无私，别人跟我要我就给他，别人抢走了我也不抢回来，说这个人很无私。经常你心里犯上了一个嘀咕，说还不是因为他打不过人家，是吧？还不是因为人家势力大，你打不过人家，你没有能力。这可不是这么回事儿。其实他是个很勇敢的人。怎么讲呢？还是在那个四王五王之战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旦，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这里边也很明显，跟他分队掩杀敌人的这位仆人就是这个以利以谢。你说这也没有讲他的名字啊，你怎么知道呢？这个有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文字上的暗示。希伯来文的字母都是有数字含义的，以利以谢这个名字那个数字加起来恰好就是318，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真是很明确的说的是他啊，很明确说的就是他。所以我们说他是个很勇敢的人，就类似于古代有泰国这样的一个事情，某一个皇朝这个外戚或者一个大将军手握重兵，然后现在皇上死了，那个8岁的或者18岁的那个幼主登基，你会想到这是个很危险的一个局面，对吗？这个权臣是不是很可能就会夺位啊？可是在他家没有这个事情，他不是因为打不过，他不是因为没有权柄，他管理权业多年，他应该有自己的势力，对吧？但是他是一个这样的无私的人，是这样的一个忠心耿耿敬畏上帝也忠实于他的主人的人。所以说这是这个人的好品格。同样他是一个很忠心的人啊。亚伯拉罕交代的这两条，要去本地本族给以撒娶亲，而且不可以娶外邦人，而且不可以让我儿子过去，得把那女子带回来，他都是绝对的忠心耿执行。而且他还很细心，带了好多好多的礼物，这个叫做聘礼，今天中国叫彩礼，是吧？我们先不说这个东西的好坏，但是聘礼和彩礼这个东西的存在，其实最主要的最起初的目的是表示你对人家那个女子的尊重，对人家富家的尊重，是这个意思。后来有一些演变，那是另外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说他而且能够非常的详细的就跟对方介绍我们这个亚伯拉罕家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们这个少主人是什么个情况，详细的介绍让人家有一个充分的了解。而且他挺精明的，那个拉班说，哎，先不忙，先坐下吃饭休息，明天再说。他说不，我这个正事不办完我先绝不吃饭，一定要这样的去把事情先办完，不要拖泥带水，而且是速战速决。那边说我们再让这个女儿留10天吧，他说求你给我通达的道路，不要耽误我，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立刻就要把这个女子带走，以防时间多了生乱。拉班这个人绝对能干出这种事情，根据后文他对以雅各的对待，你就知道这人不靠谱，速战速决比较好，是吧？老妇人是识人是很准的，很可能几天就相处就知道这是个什么人，对吧？不要拖泥带水。然后第五，我们说他是个很有智慧的长者，很有智慧的长者。当然他这一次娶亲成功，或者他的智慧得以运用，有一个大前提，这个大前提是上帝的护理和恩典。什么叫做上帝的恩典呢？亚伯拉罕那么信心确据的确凿的向他说你就要这样去做，是因为上帝曾经对我说话向我启示，对不对？这是上帝亲口给你打的保障啊。所以大前提是决定性的，这是上帝说的。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关键，说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在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你以为就你自己去的，其实是天使在你面前开路的，对吧？上帝差遣天使去用某种方式就对利百加说，
去打水去，那有伙人是吧，就等于是他在成就这种工作，你明白吗？还有一个证据，你可以看到他在祷告求那个印证的时候，24章15节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了。你要求的那个东西你还没说完呢，完全符合你要求的那个描写的这个人已经出现了。所谓的不料是人觉得不料，对吧？但其实这就叫做神的预备。你还记得吗？当彼得在哥尼流家里边，他在那里边祷告做见证的时候，他的话还没说完，道还没讲完呢，圣灵就下了，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太高估人的作为。你以为我的祷告很灵验啊，我的讲道很有能力啊，我的话没说完这个事儿成就，你发现通常还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你还没祷告完上帝就成就了，那才显明的是上帝的恩典成就的，不是你的能力成就的，对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是他很有智慧，但你的智慧得以运用的大前提是上帝的恩典和护理。当然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说可以讲以利以谢还是很有智慧的。这个很有智慧就体现在他对于形势的评估，对于他能够迅速建立一个策略来去解决问题达到他的目的。也就是说他会充分的考虑各种情况，事情的轻重缓急，微妙的明显的，个人的家族的，属天的属地的，他都要想，是吧？为了这些东西之后，在上帝的引领之下，在他主人的吩咐之下，他设计了一个核心的环节，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个打水这个印证，作为确定神心意的方式。打水的这个印证还记得吗？他是不是给我们这些人喝水，然后他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带来的骆驼喝水，对吧？你说这个事情好简单啊，这能看出什么呢？一个事情简不简单，其实主要取决于谁来解释它。我记得有一些经常网上看到了有一些类似的，也不叫段子，应该是真事儿，就说有一个什么500强大公司面试，然后去面试的这些人呢，挨个的都进去说这说那说那说这，出来结果一个个都没有获得要领，最后是一个学历也并不怎么样，各方面都看起来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反倒中选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人家面试官其实是故意的，就在这个场地的外边好像是地上撒了一些碎纸片，有一些垃圾看起来有点脏，结果这些个面试的人没有一个说把这个东西扫一扫收拾一下，只有这个女孩她去收拾了一下。人家要考察的就是这个，对于人家这个大公司，你这个学历什么根本就不重要，人家要看的是不是有这种足够的细心这个劲儿啊，足够的细心这个劲儿。类似啊，就是设计什么样的一个环节去面试，这好像也是个面试，对吧？这是一个学问，因为这里边蕴含着的东西是很多的。我们说打水这个印证，首先要考察的，第一，一共要考察的，其实我总结为是4点哈。第一要考察的是要看这个女子是否有一个正常的爱心，对吧？是否有个正常的爱心？什么叫正常的爱心呢？就是说，这个大热天的，大家都来打水，我要看这些女子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是有一个最基本的爱心，看到我们这些远方来的客人，而且有我这位老人在其中，可能这个样子，他会不会来给我们喝水？就如同你在大街上，如果你在那等车，旁边一个环卫工在那渴得受不了了，我觉得任何人都会有一个良知说你买一瓶水给他，就好比这个意思，对吧？这是个正常的爱心。因为在那个中东那个情况下，你没有打水的器皿，你去人家的井里打水就没有可能，而且即便你有器皿上去就要打水，这都是一种冒犯，对吧？因为是人家的井，人家打水给你喝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地方能够来确定的就是这个女子有没有一个基本的尊老爱幼接待远人这个素质。如果没有啊，
你到了亚伯拉罕这个大家族去当少奶奶，这个可能是很不行的，这个叫做德不匹位啊，你没有足品德是吧，会闹得上下不得安宁的。虽然是已经没有老婆婆了，但是不代表你这个贵人关系相处就会很容易，对吧？因为面对的人很多。好，这是第一个，看你是不是有正常的爱情。然而第二点呢，要看的是你光有正常的爱心，你做以撒的妻子还是不够的，你还得有额外的爱心。额外的爱心，什么叫做额外的爱心？就是说真的，我们不要用一些个望文生义东西去理解它。你说结婚这个事儿很简单嘛，组建个小家庭，但是你一定要明白，利百家可能要面对的环境绝对不是我们今天一个三口之家那个女主人所要面对的，对不对？不是这个样子。也许你可能看过《红楼梦》吧，里边你说像王熙凤这样的人，就是类似于一个要上下经管很多的这个少奶奶，还有另外一个比她还更猛的更得意的人，死得早叫青，是吧？其实叫做最得意的一个人，因为整个上上下下所有人都在盯着你，都是势利眼，说白了，对吧？你但凡有点做错的，就能把你骂死你，背后笑话死你。哎，但是这个人做得很不错。当然我并不是跟你讲说中东的这个古代的豪门跟我们这个东亚的这个末代的豪门有什么相似之处，但是他真的不是一个三口之家，没有那么简单，他要面对的事情是很多的。家里的精练壮丁，能打仗的就318个人，你说整个这个家族一共多少人，你可以想象一下，对吧？那是一个大家族要去管理的。所以说这个未来的妻子所要面对的这个考验是要求很高的。所以利以谢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说给我们喝水的这个女子，我们要看她是不是会主动给我们的骆驼打水喝。哎，这个可就厉害了，这个就厉害了。如果第一个要求还算是能够碰巧满足，因为有这种正常的简单的爱心的人还是不少，对吧？还是不少的啊，给远方的客人喝一杯水，这个还是做得到的。但是第二个这个条件明显极其苛刻，对吧？给骆驼喝水，这个要能实现，这就叫做神意裁决显明了。因为一个大人就算他很能喝水，渴得要命，能喝4瓶矿泉水，就算能喝4瓶， 我估计你也喝不了4瓶，是吧？这一瓶500毫升，4瓶也就2升而已，对不对？2升而已。你知道一瓶，你知道一匹骆驼一次能喝多少水吗？你有研究过吗？我还真查了一下，一匹骆驼一次能喝20升水。20升就相当于40瓶矿泉水，对吧？20升水相当于10个人的量。以利以谢带了多少匹骆驼呢？这个你要能马上回答，你对圣经就是圣经博士了，老熟悉了，这是说带了10匹骆驼。所以你就可以总结一下了，你想一口井能有多大，一个水桶能有多大，对吧？你给10匹骆驼打水，最后打上来的这叫做20升乘以十，200升水，对吧？200升水还得倒到水槽里，让这些骆驼都给喝了。那个水槽没多大，喝光了再去打水，再往里倒。所以呢，这个忙前忙后跑来跑去的，多大的工作量，是不是？所以如果这么困难的事都能成就，就足以显明这个女子的爱心超出了一般人，对吧？超出了一般人，而且她的殷勤也超出了一般人。你光打水还行，这个前前后跑来跑去印骆驼，这个不容易的，是不是？甚至也显明她的这个体力也超出一般人，对吧？哎，这个也并非不重要，这个女主人要是身体很好的话，这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对吧？所以我们说很快这个印证实现了。而且以利以谢又提出上你家借宿这个要求。哎，这个也不简单啊，借宿这么多人，用10匹骆驼住在你家，这要吃多少粮草，对吧？哎，结果利百家还是很爽快就答应了。你可以看到他这种乐善好施，这种大方，这种殷勤，
绝对是个合格的女主人，对吧？好，以上的两点，正常的爱心，额外的爱心，如果以上两点都满足了，但是很遗憾他是个外邦人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这就是今日我们在处理教会的婚恋问题的时候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哎呀，我交了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除了不信啥都好，对不对？除了不信啥都好，爱心不仅正常而且超常，对我简直呵护备至，仰慕啊，是吧？但是就是不信，一点点的白璧归降，很遗憾。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地方，以利以谢虽然先考察了这些，但他可没有忘记亚伯拉罕的吩咐。亚伯拉罕的吩咐那叫基本法，是吧？那是宪法，你要照这个基本法去办事的。如果利百加是不信的，不是他本家本族的，那么你的爱心能够大到给200头骆驼喝水也没用。你明白这个道理吗？你还立百家，你立千家立万家也不行，是吧？名字好听没有用，是吧？身份一定要符合，这个是第三个讲的，但不是他第三重要，是吧？是说按他考上的次序来看。当然我们感谢上帝，这个立百家恰好就是亚伯拉罕族家的闺女，身份符合了。好，我在这儿要顺便一提，没有列为这个考察的一个点，在这儿顺便一提，经文的确说，说利百加长成样了吗？说了，说了，说她容貌极其俊美。不过你要注意哈，无论是在亚伯拉罕的吩咐当中，还是在以利以谢的印证当中，相貌如何始终根本就不在考虑范围内，对吗？没有一个字提到说她应该长什么样，对吗？反倒像我刚才说的，他体力是不是强可能比较重要，而不是长什么样比较重要，对吧？事实只不过就是上帝配得给以撒的这个妻子恰好长得不错，甚至于可以长极其俊美，就是这个问题。无论如何哈，婚姻的本质不在样貌，所谓的高富帅还白富美，这都是今天人的一个奇怪的标准。一个婚姻，一个女子不可能仅仅凭自己漂亮就能维系这段婚姻，因为婚姻是要靠圣约来维持的，只能靠漂亮才能维系的这种关系才能够维持你的地位，那你可就不是妻子了。通常我们说称这人叫小三，哎，这个话糙理不糙，你不要觉得可笑，她必须漂亮才能跟这个男人维持这个关系，这就叫做，这不是妻子，对吗？妻子就是说，这就是明媒正娶的合法的上帝和众见证人面前立约的那位妻子。就像在古时的时候，一个国王他生的嫡长子，这就是国王，没有别的什么证据。而反倒是一个贱主把这个合法的国王杀了之后，他可能会比较处心积虑的要不断的证明自己配当国王，我去东征西讨，打下很多的领土，我去发展经济，我去修水渠，证明我很英明，证明我配当国王。真正的国王不需要证明，我生来就是。真正的妻子不需要证明，我就是他妻子，反倒要不断的说我很漂亮才是他妻子，这就叫小三，这叫贱主，婚姻中的贱主。婚姻的定义也在这里面，所以总之在这里面相貌如何根本就不在考虑范围内啊，根本就不在考虑范围内。第四点，意志的降服。我们说到底，三条都满足了，这个女子有正常的爱心，有超常的爱心，超常的殷勤，超常的体力，而且也是本家本族的信徒，都满足了。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人家父母得同意，同意嫁给你，对吧？如果人不愿意，什么都白说了。当然愿不愿意这仍然是神在做工，
不过人家说不愿意了，这就说明神没有做过，对吧？而且你要注意，这里所说的愿意不是利百加的愿意，是他父母的愿意，是他那个大哥叫拉班的愿意。后来那个经文提到，你愿不愿意跟他去呢？这利百加说，好，我愿意跟他去。你要注意，那个愿意去是说你是否现在就跟他去，而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十天之后跟他去，并不是说你愿不愿意嫁给他，至少经文体现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当然你不要害怕，我们不是说你个人的意愿不重要，对吧？我们把这个话扩展开来，到了今天我们需要承认，婚姻问题不但是双方父母要同意的，双方本人也要同意，这个当然是对的，对吧？如果利百加真的就不愿意嫁过去，这也叫做神意显明了。当神意显明，人家拒绝你了，人家不同意，这时候就不要做什么分析了。什么叫理性分析？就是你气急败坏的，这老仆人一立切疯了，气急败坏，你凭什么不愿意啊？是吧？我们家有钱有势，我们是少族人以撒，中东第一美男子，是吧？高富帅，腿长就一米八，我们家中牛羊一万八，对吧？吃多少点钱？你凭什么不愿意？不愿意就不愿意呗，什么叫凭什么呢？对不对？没有道理嘛。啊，你说我拍个电影，我这电影我投资了那么多，我请了那么多大明星，我这个剧本那么好，为什么票房这么差呢？什么为什么？你投资了5亿，你投资了50亿，我就不看，你还杀了我吗？对不对？人的自由意志在这里是有作用的，对吧？这时候不要叫什么理性分析。所以说最后的一个环节是对方的意志方面的认同，这个显然只有神能做到。因为亚伯拉罕即便吩咐以利以谢那些个娶亲的原则的时候，他也承认说对方可能是不愿意，他只不过是说如果他不愿意，你也别把我儿子送过去，对吧？那就证明不是，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意思啊。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感谢上帝，上帝就在利百加和他父母和他大哥心里做了那个改变心意的工作啊，做了改变心意的工作。好，大概这个来龙去脉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一段经文其实自古以来都有着很神圣的一个解释和寓意。我们说在整个教会传统当中都有一个寓意解释法，就是说这一段经文到底说的是什么事情呢？其实我们要说，其实第一，亚伯拉罕其实就象征着圣父，而以撒就象征着圣子，以利以谢象征着圣灵，而利百加就代表着教会。你要从这个架构去理解，你才会知道这件事情的神圣意义啊。一切的事情都是三位一体的神预先已经有过沟通介绍，但是最后要在圣灵在世间的具体的实行当中才能够实现。然后这个女子利百加真的是一个教会该有的样子，她的美貌在这里更多表现的主要是想表明她的纯洁和贞洁，她的那种殷勤，她的那种顺服，她的那种爱心，对吧？这都是一个教会该有的样子，她会成为以撒，成为圣子的很好的一个妻子，迎娶的心腹。所以我们说这个解读很美，因为婚姻的最高的一个模范就是耶稣和教会，而不是亚当和夏娃。所以我们说婚姻的设计和命定都是出于圣父的，婚姻的成就和运行是出于圣灵的。这个婚姻的意义就是为了显基督爱教会，教会顺服基督的。所以这个奥秘只有在福音中重生的人才能够真的明白。因此我们经常会把一些美好的婚姻，中国人称作叫天作之合，是吧？天作之合。但是没有哪个天作之合能像以撒娶利百加这样的名副其实。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天作之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天配合的，对吧？老天最大嘛，老天都配合了，你还想怎么样呢？是吧？
这是中国人所说的。但是基督徒我们说的天作之合的意思就是神所配合的，而神配合的人不能分开。不过当我们说神配合的时候，大家应该都能接受，但我要再换一个词你就不一定能接受了。我说天作之合的意思其实就是上帝包办的婚姻，包办的婚姻这个词对有些人甚至多数人来说可能就比较刺耳了，但是让我来解释一下。我们一提到包办，因为我们从小都受这种左翼的这种毒害比较深，我们天然觉得自由恋爱表现了一个个人的一个主权，表现了一个反封建反传统，是吧？然后今天的这个时代又恰恰是一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泛滥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很多人天然就对这个词觉得很反感，包办。不过你先去掉你的想法，你仔细想这一段的经文，以撒和利百加这段婚姻，那的的确确就是如假包换的包办婚姻，对不对？你别说这里边自由恋爱，差不多这两个人连自由意志都没有，是不是？他俩在结婚之前根本就没见过面，对吗？也根本就不认识，也没听说过，并不知道有你对方这样一号人存在。那么用现代人的话说，这不就是没有爱情吗？因为没有恋爱过哪来的爱情呢？不过这一句现代的话本身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爱情不仅是完全可以，而且就恰恰应该就是从婚姻中才开始的，或者说唯有从婚姻中开始的爱情才是真正可以持久的爱情。婚姻不是爱情的尽头，婚姻是爱情的开头。这就是圣经里有一卷书叫雅歌所讲的意义，婚姻是爱情的开头。当我们说到包办婚姻，相对应的那个词叫自由恋爱。自由恋爱呢，最常见的一个类型，在当年大家听过一个作家叫萧红吗？咱们东北人，黑龙江哈尔滨呼兰，是吧？写个呼兰河传，那个叫做自由恋爱最标准。他反对他所看到的那些传统的他的妈妈姥姥奶奶这一代的那种婚姻，可是他最后自己的选择，如果你多了解一点他的生平，你就可以真的扪心自问，他的所谓的自由恋爱的婚姻就好过别人的即便是中国式的包办婚姻吗？你还别跟说基督徒的这种配合来相比，对吧？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上，这种所谓的自由恋爱真的是今天世界的毒害带给包括基督徒在内的人最大的一个洗脑和伤害之一。你先别说基督徒，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你去问怎么结的婚，也无非是他的单位或者他的父母亲朋好友给介绍。所谓的介绍，你要用词强烈一点，觉得我们说包办也没有说你就没有自由意志，对吧？道理是一样的。很多人反对包办婚姻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哎呀，你看中国传统的妇女好惨啊，在家里受尽压迫呀，怎么怎么样，不幸福啊，我自己找的会很幸福啊。那我们先来看以撒和利百加，他俩没有自由恋爱过，是被包办的，他俩幸福吗？让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经文就是刚才已经说过了，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萨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丈夫爱妻子，对吧？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妻子也在安慰他，也在顺服他，也在照顾他，已经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婚姻有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对吧？彼此的相爱，彼此的一个尊重，所以这是幸福。我们说爱情的就在这儿，看见他爱他。但是他们的婚姻生活一帆风顺吗？没有过坎坷征战曲折软弱吗？有，有。
又是在这样的时候才需要来操练彼此的接纳。我们说他们是能够接纳彼此的软弱的。以撒跟他的父亲犯一个病，经常因为妻子美貌，哎，这就是美貌的另一个坏处，不安全，容易被一些个别人看上，是吧？如果不那么美貌就没有这些试探了。总之他的妻子太美貌了，被他住的地方人看到了，他就害怕，重复他们祖传的谎言，这是我的妹子，是吧？怕人家去怎么怎么样。当然后来神保守，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啊，回来了。但是如果你是利百家姊妹，如果你是利百家，你丈夫动不动就把你出卖了，你的心情是如何呢？来了一个大土豪大老板看上你的妻子了，你丈夫说啊，这是我妹子，这不是我妻子，哎，结果人家约会去了。你说遇到这样的人你是不是恨得慌？是不是无法原谅？这是男人吗？但是我们发现可能你的配偶就有可能软弱成这个样子，你也能够接纳他。但是相反，其实以撒对他的妻子也有接纳。你看后来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光滑，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为我为弃用人的，我就招咒诅不得祝福。他母亲对他，他母亲是谁啊？就利百加嘛，是吧？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换言之，弟兄，如果你媳妇跟你儿子串通合谋的骗你，把你家房产证上名字给改了，是不是改了？本来想给大儿子的，现在给小儿子了，对吧？祝福嘛，种种的问题，你会不会气得要命？会不会气疯啊？明明白白就是骗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俩还是有彼此的接纳的。你没有看到圣经记载他俩因此去离婚了，或者是闹一场之类的，对吧？这个原因是他俩毕竟都是信徒，是在灵里是合一的。怎么讲呢？你可以看这里边，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你可以看到了没有，无论这个丈夫多么的软弱，甚至有时候真的是犯罪了，但他还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只要这个丈夫还在为他的妻子能够祈祷，能够代求，那还能起到这个属灵权柄属灵代理的作用，你就得说他还是个合法的丈夫，对吧？他还是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一个丈夫，被神所悦纳的一个丈夫，他能够起到这个带领家庭的作用。这个带领最重要的就是在属灵方面的带领，以撒还是做得到的。而且你发现到后来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下面这句话多么心酸啊，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这大儿子看起来英明神武，英俊潇洒，贼有男人味儿，干的事儿可没有个圣徒的样，不仅娶外邦人，娶的还是俩，居然是他们常使父母心里愁烦，对吧？这是万能，能够和利百加都因此而觉得愁烦，表明他们对于亚伯拉罕所说的那种上帝的原则是非常敬畏的，对吧？不可娶外邦人为妻，娶了就这个下场，就这个后果，你天天心里就愁烦吧，不仅是你自己，而且是你的父母。所以我们说这是他们在灵里的合一啊，有共同的认识看见。还有一些经文很有趣，就是刚才那个说是他妹子怎么不敢承认那个之后怎么挽回的呢？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这个戏玩的意思就是原文所讲的，就是两个人那种很亲密一些个肢体的接触。于是亚比米勒就说了，说他实在是你妻子啊，你怎么说是你妹子？因为不可能兄妹之间有这个样子，肯定是你的妻子。他说这里边很有意思，我发现有个问题，你看外国的电影也好，是看直接跟外国的夫妻接触也好，你发现外国的老夫老妻
在一起，经常互相有一些拥抱了、亲吻，都很正常，对吧？可是在中国，我们就说这老夫老妻了，整这干啥是吧？或者觉得自己都不好意思，或者觉得好像不太对劲的感觉。但是其实这说明了什么呢？一方面有我们抹不开的这个原因，有这个中国传统比较含蓄的一个原因。如果是这样，这还好。另一方面，我需要指出，让我不客气的指出，他的那点激情、亲昵，都在他自由恋爱期已经都用完了。他用完了，他结婚之后已经觉得太过熟悉，没有新鲜感。他不再对他妻子、对他丈夫有那种真的是一种兴趣，有一种渴慕。因为其实圣经里所讲的，起初亚当认识他妻子，就是所谓的与他妻子同房。那个同房就是认识这个词的意思，他有一种认识，新鲜的认识。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并非不重要，并非不重要。我们说一切的爱情激情都是从婚姻中开始的，有多方面的含义的。而现在的这种所谓的自由恋爱，处了七八年而且还不信主，七八年这叫做又同居又干什么，到了他例行公事要结婚的时候，他早就已经厌倦了，早就已经厌倦了。好，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我想已经足以显明上帝的恩典的带领和父母包办的这个婚姻并不是不幸福，起码这一对很幸福。甚至于你别说是圣灵里边的这种配合，你就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你也多次的看到那种传统的婚姻包办的婚姻反倒多数很幸福。那大学者胡适，他的妻子就是那个农村媳妇，一辈子就是那个。越是这些个左翼思想追求自由平等的这帮人，基本都换四五个，包括我们的开国领袖们，对吧？个个四五个媳妇，而且没有一个幸福，很说明问题啊。好，所以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说上帝包办的婚姻就是最好的，上帝包办的婚姻比你自由恋爱靠谱的多。当然这个前提真的是上帝配合的，是你的生身父母和你的属灵的父母为你配合的。真正的生身和属灵父母的意思是他真的为你考虑，真的为你负责。就像这个经文当中，亚伯拉罕这是他生身的父亲，对吧？可是这个以利以谢，我们看到更像是那个属灵的父亲，很仔细很细致的去找这个妻子，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观点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你的生身和属灵父母，当然如果这两者是一个最好了，就是你自己的父母就是很敬虔的信徒，这个最好。如果你的父母是非这个属灵的父母，可能就指的是你在教会当中你所知道的信赖的你的属灵的前辈，可能是你的哪个大哥哥大姐姐，也可能是你的牧者，也可能是别的一个姊妹或者怎么样，对吧？属灵的父母，我们说其实你的生身和属灵父母比你更了解你在婚姻问题上，不是说他们不会犯错，而是说如果他们也都会犯错，你犯错的几率就更大。自由恋爱这种背后的三观刚才已经提到了，其实就是反权威、反传统，甚至他反对婚姻和家庭本身。我们自由的结合，哎，我俩觉得行就处，不行就离，他根本就不认为这个婚姻和家庭是神圣的。多数情况下我们说作为单身的青年，你其实就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你以为你知道的通常是你想要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以谢观察那个女子，观察爱心、殷勤、身份、意志、她的家庭、她的接人待物，看的是这些，对吧？你要问一个小男生，你找妻子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好看，第二还是好看，第三必须好看。你所想要的是这个，但那个真不是你需要的啊。这些都不是婚姻能够维持下去的必要条件。你想要的呢，其实你不需要，你需要的呢，你又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单身青年的实际情况。好比说一个人从来没有游过泳，都没有沾过水，
他现在教你游泳，你敢学吗？是不是？谁敢学？活着不好啊，为什么要跟他学呢？对吧？同样，一个从来没有结过婚的人教导你找什么对象，你觉得有意义吗？我说这个人就是你，就是你。你没有结过婚，你是从哪儿知道婚姻的呢？昨天在这个去青年会的路上，有个小弟兄就分享，起初的婚姻很有盼望，觉得很好很美，后来跟一些结了婚的人，他们告诉我了一些婚姻的内幕，我就不太敢结婚了。哎，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啊，告诉你内幕，这也是婚姻的一部分啊，你别上当啊，对不对？你的婚姻不是都是韩国电视剧里边的那种婚姻啊，对吧？内幕很重要的。所以说一个真的结过婚的人来告诉你才是有意义的。而我说的你的生身父母和你的属灵父母，那就是结过婚的，是关心你的，是为你好的，是敬畏神的，所以你相信并且顺服他们的安排，这很可能就是你在婚姻问题上顺服上帝旨意的具现。因为你真正的父母，我们今天做在我们当中的当然不都是单身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人甚至更多人，你就是为人父母了。我也要说哈，如果我们是为人父母的人，一定也要特别的慎重，也不要给乱点鸳鸯谱，对吧？也不要是粗暴简单，就为了解决问题匆匆忙忙的把儿女就推出去，搞出孔雀东南飞那种悲剧来，是吧？也是不好的，这是两方面来说的。但是一个真正的父母像亚伯拉罕这样的敬畏上帝有原则，又像以利以谢这样的敬畏上帝而且还有智慧，是吧？这是一个真正的父母该做的事情。你要敬畏上帝，然后要充分的考虑你儿女的实际情况，他是比较内向是比较外向啊？他是比较恋母他是比较恋父啊？他是比较独立是比较依赖啊？他是比较硬是比较软啊？这个都是你要考虑的范围，对吧？你要在这个考虑的基础上做那个合理的判断。你设计的印证也不能人家打水你也弄个打水，也许你这儿就得是打别的什么东西，是吧？所以就是说你要明白怎么去看，怎么去为你的儿女解决这个问题。声称说哎呀这是他的自由，让他去自由恋爱吧，这样的父母我认为他要么就是没有能力负责，要么就是没有这个意志负责，总之这就是不负责任的父母。这绝对不是开明通达，这是不负责任啊。所以回过头来我们说，经上的确说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是有这句话。但你一定要注意，在你没有离开父母之前，你的主权就在父母手里，包括你婚姻的主权。比如利百加就是在顺服他的父亲比土利和他的母亲，甚至他的大哥拉班，对吧？当然了，父亲兄长也非常尊重他的个人意愿，不是说像过去一样的卖儿卖女啊，把他就强行的就给嫁出来，并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他真的要顺服父母的主权，如果没有这个生身父母和属灵父母的这种引导和祝福，你这个婚姻就会面临很大的危机，因为简直是在碰运气啊。好，所以作为一个结论来讲，我们说刚才已经讲了，如果是父母，你真的要做到敬畏上帝，有爱心有智慧有耐心有细心，体会儿女，也为他安排合宜的对象。如果你是单身的弟兄姊妹，你还想要寻求婚姻，我想说你需要做的就是第一就是敬畏上帝，学习并且顺服他的话语。你真的要知道婚姻的那个最高的模范是基督和教会，然后你要想你是否能够来去呼应这样的神圣的爱，你自己是否做好了一个扮演合格的丈夫和妻子的这种角色的准备。第二条，我们说尊重父母，尊重你生身父母和属灵父母的帮助，并且寻求这种帮助，请求他们为你配合你的婚姻。如果你父母本身就信主，这个最好。
否则就去找你的属灵前辈。你要充分听取双方父母的意见。你需要知道的一点是，上帝不会坑你的，你的父母也不会坑你的，你自己才比较可能坑你自己，因为你不懂婚姻是什么。你那个对象不但可能坑你自己，而且可能坑他自己，而且最后还说不定坑你的父母，就是传说中的坑爹，对吧？千万不要互相这样的信任。第三条，你当然有自由，我们绝对相信你有自由，但是我说的是，你真的要慎用你的自由，用你的自由选择顺服上帝，这是最最美的一种运用自由的方式。你当然有自由同意或者不同意给你介绍的对象，甚至你叫的包办也可以，但是我劝你，这句话可能是今天灵魂的一句话，很有实用性的一句话。很多弟兄姊妹找对象的时候是列白名单的，我在上边列了1、2、3、4、5、6、713条，对象符合这13条，我才跟他去结合。好，我现在告诉你的这句核心的话就是，不要用这种白名单，要用黑名单。黑名单的意思是，你要有没有明确的拒绝理由就得跟人结婚。我再说一遍，你没有明确的合乎圣经合乎常识的拒绝的理由，你就应该同意。什么叫做合乎圣经的合乎常识的？比如相处了一段之后，你父母都没有发现，结果你相处一段发现其实他对方是个同性恋，这个没有毛病，这个当然不能处下去，是吧？或者他有什么有什么重大的什么遗传病之类的，那是常识。但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就说，哎，我就是处了半天，我就是没有感觉，我不来电，你的意思就是没有达到你那个白名单上的要求，对不对？问题你那个标准合乎神的意思吗？神说过要练那个标准吗？啊，所以这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没有合乎理由的反对的这样的理由出现，就应该同意。所以你当然有自由，但是你要慎用你的自由。昨天在青年会跟弟兄姊妹也是这样讲的，冲击还是很大的，欢迎你来跟我继续探讨，是吧？三观可能被破碎的比较厉害，但是如果你听了魏神弟兄分享的第二篇的讲道，你可能就会来火力集中地攻他了，不会攻我了。敬请期待 他到底讲了什么，是吧？好，所以最后还是愿我们当中为人父母者，我们都能像亚伯拉罕一样有原则，像以利以谢一样有智慧，也愿我们当中还是单身的弟兄姊妹都能在上帝的引领和父母的帮助下，找到你的利百家或者以撒，真正的去组成一个敬虔的家庭，能够来参与到圣约的历史，真正能够享受上帝的祝福，在婚姻爱情两情相悦中的祝福，也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知道你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主啊，求你按照我们个人的身份，我们的角色，给我们充足的信心，给我们充足的爱心，让我们真的愿意在我们的环境中顺服你的心意，让我们将我们的自由运用在寻求你的话，顺服你的旨意的方面。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成就你自己所喜悦的婚姻和家庭，在我们当中显明你爱我们的教会，显明你爱这些即便还处在这样的等待和焦虑当中的弟兄姊妹。主啊，愿你能够借着这天上的婚姻，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婚姻，使我们真的明白，主啊，你为教会舍命这样的大爱是我们已经拥有了的莫大的恩典，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寻求你那其他的赐福。主啊，即便有或者没有，即便它延迟出现或者是立刻出现，我们都相信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命都安定在天，都完全被神所爱。主，我们求你使我们有这样的平安，有这样的喜乐，不因环境而变迁。主，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紧接着就